刘金喜，你到底是啥子人？你们没有一个像唐龙，没有一个像唐龙。你是唐龙，还是唐龙？你之所以成为杀人犯，也是非他的自行。他只是生于杀戮之家。 他杀老人，终身都有罪。大家都是同谋者。那你为何不放过他呀？他还想做个好人。我们抓人，不是要让他们做好人。那为了什么？为了法呀。啊！ 你身上的血是我的，他身上的血也是我的。我知道，如果要抹掉过去，就一定要离开家乡，重新来过。我要做刘金喜，我差一点就可以了。 人类身体很奇妙，是可以骗人的。我就是用你的身体来骗一次，唐龙，你一定要死！我弟唐龙去世了。